的身体为此发挥一切众生请转妙法轮教导我们如何了生脱死离苦得乐速证无生。在讲每一部经前面要先讲这个七种立体和五重玄义，这是天台家的一种规矩。这个七种立体，这是以前已经讲过，有很多人都知道了，但是还有人不记得，还有人呢没有听过，所以啊，现在再把它重复一下。这七种立体呢，就是单散、复散、具足一。单散呢，就是单单的有这个三种；复散呢，就是重复的，有两个合起来的，咱们立一个经的名字。具足一呢，就是完全这三种。单散是什么？就是人法语。这单散，或者单人立体。单人立体，譬如佛说阿弥陀经，这佛是人，阿弥陀也是人，所以呀、这叫单人立体，单用这个人来代表这一个经的名字。因为这个弥陀经啊，它是讲的西方净土法门，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所以啊，就用阿弥陀佛这个名字来代表。为什么有的极乐世界，就因为阿弥陀佛他发的愿，在因地的时候啊，他做法藏比丘发了48大愿，这48愿呢，愿愿都是度一切众生啊，生极乐世界，将来成佛的。所以这一部经呢，就用这个阿弥陀佛这个名字来代表。这一部经啊，非常重要的。这个佛法到最后末法时代呀、夏天已经讲过，先贤呢就是楞严经啊，没有了，因为楞严经啊，他讲的太，把这个世间的道理呀、万事万物讲的很详细，可以说是泄露天地的秘密。于是乎啊，到末法时代，这个楞严经就先没有了，先没了。那么楞严经末了之后，其他的经继续着末，末到最后啊，就剩阿弥陀经。所以啊，这个阿弥陀经啊，是在佛教里头，它是最后才末的，最后没有，最后没有阿弥陀经，然后就剩什么呢？就剩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这六字洪名。在世界上再住100年，然后啊，这六字洪名也又减去2个字，
就那圣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又在世界上啊住世100年，以后这佛法完全断灭了，完全没有了，完全断灭了，这个世界人呢也就没有多少了。那时候啊，三灾八难，一切一切的事情都发生了，这个世界就毁灭了。所以俺们人呢，对《阿弥陀佛》这一部经啊，也应该啊特别注意的，因为在末法时代呀、啊，净度法门呢，对一切的人呢最最急的。可是这个末法时代也有正法时代，也有相法时代。以前我也讲过，好像在这个没有佛法的地方，以前没有闻过佛法的是这国家，现在处处闻佛法，这可以说是也就是正法时代啊。这个法呀、啊、刚传到这一个国家，这是正法时代。所以啊，现在美国这儿很多人欢喜打坐，欢喜呀、啊、研究佛法，一点一点的就开这种的佛教的风气啊，这可以说是正法时代。阿弥陀经就是单人立体，单法立体就是什么经呢？涅盘经。这个涅盘是法，涅者不生，盘者不灭，是不生不灭，没有生命这种法。这单法，单语呢就是梵网经。这个梵网啊，是这个大梵天王的前面呢有那么一个网罗床，这个网罗床啊是个圆筒形的，圆筒形啊又有孔，它怎么叫网呢？就好像渔网似的，但是可不是打鱼的，这是啊庄严的。因为大梵天王啊他欢喜啊把他那个宫殿的设备的最壮观最美丽，所以啊悬挂这么一个网罗床。这个网罗床啊，每一个孔它有一粒宝珠，这个宝珠啊就是放光的，这种宝珠叫夜明珠啊，白天它也发光，晚间它也发光。里边每一粒珠放在每一个孔里边，这个所以啊这光光相照，孔孔相通啊，这光和光互相照耀，孔和孔啊互相通达着，这叫梵网，梵网经。这个梵网经呢就是菩萨戒经，梵网经就是菩萨戒经，也就是啊说的这个菩萨戒呀 为什么用这个梵网来代表它的名字呢？就是说这个戒呀就好像那一粒宝珠那么放光的，你要能守着戒啊，这就有光明，所以叫梵网经。这是单散。佛散呢就是啊有这个人法立体。什么叫人法立体呢？好像那个说文殊问般若经，文殊菩萨是个法人，般若是个法啊，这有一部般若经叫文殊问般若经啊。文殊菩萨他是大智大慧的一个菩萨，那么他问这个般若
般若更是这个智慧人才能问这个智慧法，才能问这个有智慧的这个法啊。他要不是一个智慧人呢，也就不会问这个这种智慧法。所以文殊问般若经，这是啊，人法立体，还有人语立体。人语呢，就好像如来狮子吼经，如来是佛的一个十号之一，狮子吼啊，如来所说法就好像那个狮子吼似的，你狮子一吼，百兽皆惧，你一切的啊，无论你是狼虫虎豹什么恶兽啊，一听狮子吼啊，也都老实了啊，甚至于谢赫的啊，屁滚尿流啊，哦，就不知怎么好了。所以啊，这如来狮子吼经，这是叫人语立体。法语立体，什么叫法语呢？这个本经妙法就是法，莲花就是语，这叫法语立体。以这个妙法和这个莲花，以妙法配这个莲花作为这个经题，这一部经呢就叫法语立体。那么具足一今天已经讲过大方广佛华严经，就是具足一的这个经的名字啊。研究佛法的人一定啊，对于这个七种立体啊，要把它最低限度也能记得，可以随便讲得出来的啊。我如果七种立体都讲不出来，那你就不是一个研究佛法的。在这个大藏经啊，分门别类有很多种，经典是有几千卷那么多，但是啊都不出这七种的例题。所以啊，这是看经典的时候，你一看这个经典就应该知道这个经啊是以什么做这个经的名目啊。你把它认识了，然后你自然就可以深入经藏，你能深入经藏才能智慧入海。你要不认识，连个名字你都不认识啊，说什么叫涅槃经啊，我不懂啊。那你不懂，连个涅槃经的名字都不懂，你看涅槃经又有什么用呢？所以啊说是啊，我见着一个人，我见着这个人呢和我最好，很好的朋友啊，重的交情。那你这个朋友姓什么叫什么啊？那我就不知道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不知道了。你说这叫一个什么好朋友呢啊？你那就是连他的名字你都不认识，怎么能可以成你作为你的好朋友呢啊？对经典也是这样，你既然对你的朋友名字你都不知道，那么你朋友在什么地方住你也不会知道，你朋友在什么地方住你既然不知道，你朋友做什么的也不知道。这就和这个经典的意思一样的，你的经的名字都不认识，你就不能深入经藏，不能深入经藏就不会智慧入海，不会智慧入海，那你学一辈子佛法还是那么笨出出的，还是那么蠢笨啊。所以这也是这七种立体是很要紧的。
七种立体，那么每一个人能认识对佛法，也就可以啊去研究。那么又有五重玄义，这五重玄义是什么呢？就是明体宗教。明就是这一部经啊，以什么做它的名字？体，这个经的这种法体是什么？那么法体也知道了，又要知道它的宗旨，它的宗旨是说的什么？宗旨知道了，又要知道它的用途啊，它的用途是干嘛？它用途也知道了，然后又要知道它这个教的相。为什么这样子呢？这也好像我们这个人一样，我们这个人呢，首先要有个名字啊，姓张的叫张三，姓李的叫李四。各有其名。那么张三他这个身体多大多高多长啊？多重呢？他这个体是个什么样子呢啊？他这个身体健康不健康呢啊？这要认识。那么他身体健康了，他这个人以什么作为他自己的宗旨呢？啊，他是做生意的，是读书的，是做工的，啊，是能工商官，他是哪一行啊？啊，他知道了，哦，他是个读书的。以读书为宗旨，那么读书又有什么用处呢？单单读这个书，读完了，是不是读完了书就预备睡觉呢？啊，不是的，读完了书啊，他要发展他的用途，啊，读科学的。在科学里边发展，读哲学的要在哲学里边发展，啊，读文学啊，读建筑的，他要做工程师，啊，他的用途就是工程师，啊，读这个文学的。回来读教育的啊，他的用途将来是教育人才的，这是各有所用。所以啊，这个经也是这样，经也有它的用。那么他的用也知道了，他的体也知道了，宗旨也知道，名也知道了，究竟他这个身份是个什么身份呢？哦，他是个教授。或者他是个总经理，或者一个家庭的主妇，啊啊，总而言之，他各有他的身份，啊，这就判明了他这一生的将来的成就。那么经呢，也是这样。那么这一部经呢，以什么立名做他的名字？刚才这个讲
七种立体已经讲过，就是以法语做它的名字，法语就是这一部经的名字。妙法莲花经，在这个无重玄义第一，就是实名解释这个经的这个名字，这是第一个玄义。这一部经啊，是以妙法莲华为名。妙法是个法，莲华就是个比喻。因为妙法人不容易明白，所以就用这个莲花来比喻这个妙法，所以这一部经呢，就是以法语为名。究竟这个妙法，什么叫妙法？说妙法呀，我知道，是啊，很妙，不错，你这回呀真明白。那么很妙的，很是很的意思啊，是英文叫什么 ？Really, really good 啊 ，really, really wonderful。究竟这个问这个妙到底是很妙，妙到什么样子上呢？妙到什么程度上呢？啊，说那我就不知道了。你不知道啊，现在我来告诉你，这个妙啊，就是不可以心思，不可以你的心来想的，不可以言意。不可以心思啊，是心里啊，你想想来想去也不明白啊。你要想明白了，那就谈不到妙了，就是你想不到的啊，你想想不到的啊。那么想不到更不可以说得出来了，说不出来的。那么说不出来，总而言之不能说，说不出来就是个妙啊。还要说，说并不是妙，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形容这个妙，是讲这个妙的意思。究竟这个庙的真正什么样子啊？那就是为佛于佛，就是佛和佛呀，才能明了这种境界。咱们凡夫说啊，我懂了妙法莲花经，你懂了什么妙法莲花经呢？这妙法莲花经这个法就是不能懂的。这就是个妙法。说那不能懂，我们又讲它干什么呢？俺们讲啊，是讲它这个少分的意思，讲少少的意思，多了那没有法子讲得出来。要把整个这个妙字都讲出来，讲不出来的啊。我现在啊，我这个法师讲老实话，不是说我不懂的就骗人说啊我懂啊，啊我不会讲啊，我给你讲例去，哈，你是真是骗人又骗自己啊。我现在向你讲这个妙法莲华经，就是啊讲少少的，
可是这个少少的都要不知道要讲多少天，因为这一个妙字啊，在天台智者大师讲了90天。俺们今年夏天呢，暑假的时候，96天讲了一部《楞严经》，这真等于啊，坐火箭呢去探月那么快。本来呀，我在香港讲《楞严经》啊，讲了14个月。您在这儿讲了3个月就讲完了。那么这个妙字啊，天台智者大师讲了90天，把这个妙字啊也没有讲完，只讲了一少部分。所以我们现在啊，先讲这个妙字啊，究竟这个妙字啊讲多少天，现在也没有预算，讲几天算几天啊。咱们现在首先先说这个妙啊，什么妙？妙法就是妙啊，什么妙？众生就是妙。什么妙？佛也是妙。什么妙啊？这一个天地间所有的一切，没有一样不是妙的啊！你说什么不是妙？什么都是妙法。所以这个妙字要讲起来啊，那可是无穷无尽啊！说你讲的说这个也是妙，那个是妙，这个妙从什么地方来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妙啊，从心那儿来的啊，从心生出来的。因为你怎么会知道它是妙法呢？哦，因为你有个心，所以这心法妙。心法妙，然后众生法妙，众生法妙，然后就是佛法妙。心法怎么念妙呢？啊，所有这个山河大地，身罗万象，防狼无舍，所有一切从什么地方来的？都是从每一个人现前的这一念心生出来的，从众生心里生出来的。你说妙不妙啊？从这个心里怎么生出来的呢？啊，我不知道，这是个妙啊。说我知道，你知道，那也是个妙啊。你不知道也是妙，你知道也是妙，为什么呢？你为什么不知道呢？这岂不是个妙啊？你为什么又知道呢？这岂不也是个妙啊？哎，这心法妙。这个心法呀，在香港啊，出过一个杂志叫《心法》，出了3期，这3期都是结缘的，没有向任何人呢收过一个先词，都是送给人看。以后因为经济的力量和人事的问题啊，就没有出了3期，
一个月出一期，一个月出一期，出了三期。那么这个心法妙，说是这个心怎么会妙呢？啊，人这个心呢，一般人的一讲起心来都往这种指，说我的心在这个地方，你的心在那个地方，嗯，你这是啊错认了心了，你这个是认贼作子了，就像恶男似的。恶男说啊，他这个心在里边，他说心在里边就指的这个心，就是说这个心，这个心是个什么心呢？是个肉团心，肉。这个肉团心呢，没有用的。怎么说没有用呢？它只是一块肉团嘛。你说这个肉团能可以有什么用处呢？没有用处。这个心，这个心就是寂起心，寂呀、啊、就是苦寂灭道那个寂。这叫寂起心，寂聚烦恼而生起来这么个心，又叫啊一个圆律心，圆就是攀缘的那个圆，律就是思虑的那个律，它有攀缘和思虑的能力，是帮着你打妄想。第六意识，那个第六意识也就说的这个心啊，帮着你打妄想，帮着你啊生杂念啊，这个肉团心，圆律心，妄想心，寂起心，这个心是有这么多个名称。所谓说心法呀，你不要以为我是说的这个心啊，那说我还另外有个心吗？哎，你不知道啊，这才是不是妙啊，你连你自己有个心你都不知道，这才是妙。你既然连心都不知道，那你连你的生命也不明白了。所以啊，来的时候也糊里糊涂的，糊里糊涂的吗？这也是个妙。去的时候啊，也糊里糊涂的，也不明白，来的时候也不明白，从什么地方来的不知道，这是个妙。啊，死的时候又糊里糊涂的就跑了，到什么地方去了不知道，这也是个妙。生死都是妙啊。那么来的时候和去的时候不知道啊，法师你说这是妙啊，我就算你是个妙。那么我在这个活着时候，这大要是不妙吧，哎，这个更妙。怎么更妙呢？啊，你说你也不知不觉的，从那小孩子就变成了一个大孩子了，小孩子变成个大孩子，大孩子又变成一个人了，变成一个大人了，大人之后你也不知道怎么变的，又变成一个老人了啊。你说这个妙不妙啊？啊，不单变成老人，哦，你又生出子女一大堆。你说这个妙不妙啊？如果不妙，你怎么也不知不觉就有这么多的变化啊？你说这妙不妙？这都是妙法。哎，可是这个妙法呀，
我现在讲出来你觉得、哦、是有点意思，好像是这么回事，又不知道啊。这个法师说这是个妙法啊，我就算它是妙法。在没讲的时候你不知道这个是妙法啊，是不是啊？所以这个妙法呀，妙法就是在你不知不觉那个地方啊，生出了一种啊作用，那就是妙啊，那就是妙。这个妙说起来那多得不得了，眼前的也是妙，你能看见的这都是妙。为什么呢？你怎么能看得见呢？要不妙你就看不见。说那么看不见的就不是妙了，看不见的更妙。你看见的也是妙，看不见的也是妙，你听见的也是妙，听不见的也是妙啊。举出来一个小例子啊，我写个阿弥陀佛在这个黄布上挂到前边来啊，我这个果前到这个下边去往上看，回来我问他你看什么，威力妙，说威力妙。你说这他看得见的，他怎么知道是妙呢？这也是妙啊。所以这眼前能看得见的不是单单看见，你怎么就能看见呢啊？这就是楞严经上那个谁能看见，谁同你看见的，你说这是妙不妙啊？那么看不见你怎么又看不见呢？你说这是妙不妙啊？为什么你能看见近的，近的东西你能看见啊？说那些离得近啊，所以我看得见。你说这是不是妙呢？这也是个妙。远的你看不见了，你说这是不是妙呢？为什么你近的能看见，远的就看不见，这是不是妙呢？为什么远的你看不见，近的你就能看见呢？这是不是妙呢？这都是妙啊。听也是这样的，这听的声音，你想你看见的东西，看见黄色的你就有一个黄色的影子，看见青色的就有青色的影子，你看见青黄赤白黑什么色，就在你那个八识田中升起这一种影子。怎么就会升起来的呢？谁叫你的呢啊？谁叫你生出这种影子来呢啊？这岂不是个妙呢？没有人叫你，没有人叫你说你看见这个黄色的，有一个人旁边这么叫你说你呀、啊、现在看见黄色的了，你在你的这个心里头啊应该生一个黄色的那个影像，没有人叫，但是你自己就生出来了，这是不是妙？乃至于红色的白色的蓝色的一切一切的烟色都是这样的，就生出这么个影子来。你能生出这个影子，这岂不是妙呢？哎、啊，这就是个妙。听声音，你为什么有的声音就欢喜听，有的声音就不欢喜听？谁叫你欢喜听的？谁叫你不欢喜听的？没有人。你为什么自己就会生出这种的欢喜听和不欢喜听？看东西，你为什么生出了一种爱和憎的心啊？见着美色就生了爱心啊，见着不好的颜色就生出一种憎恶的心，讨厌的心
这又是谁叫你？我不知道是谁叫我的，但是我就这么样想啊，你就这么想啊，这就是妙啊。所以一切一切都是妙，这是妙法啊，这心法妙，由这个心里啊生出这个千变万化啊。你说要不妙的话，怎么会生出这种千变万化啊？所以这个妙啊太多了。说我如果要说呀，哎，那说几百年也说不完这个妙，哎，说不完这个妙。要说完了，那也不是妙了。啊，就因为说不完，所以就是妙啊。啊，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说法49年，谈经300余回，都没超出这一个妙字？所以这一个妙字啊，包括3藏12部，你说是妙不妙？啊，包括一切的佛法，你说是妙不妙？啊，一切佛法都没超出这个妙字。所以智者大师讲90天，就是讲90年也讲不完的一个妙字啊！我告诉你们。哦，那这法华经啊，这一生不要听喽，没有机会听完喽啊，90年也讲不完的一个妙字，那么这个经文不要听了，你现在也不要害怕。我现在呀，因为在现在的时候是这个一切的事情都讲快，所以啊，讲快这也是个妙字。这也是个妙啊，那么我讲经啊也不会太慢，太慢了就讲慢一点也是妙，快一点呢也没有出去这个妙。释迦牟尼佛讲经啊，既然没有出去这个妙，我现在讲经怎么就会离开这个妙呢？所以也离不开这个妙。这个妙啊，你要离开了就不妙，离不开这就是妙啊，离不开就是妙。可是这个法虽然是妙，阿们要想知道这个妙法，他先要把这个妙放下。你要放不下，这是个妙；你要放下了，那是真妙，那才更妙。要不信你试一试，你把身心都放下啊，内无身心，外无世界啊，人空法空，一切皆空啊，你说这不是个妙吗？这个妙要把一切的放下，才能得到这个真正的自性本有的这个妙。你能以内无身心，外无世界，可是啊，这个还没有离开这个身心世界。不是说离开我这个身心，这个身心离开这个世界才能没有身心世界，就是在这个身心，在这个世界，而啊没有了啊。平时我讲话啊，讲了好多次，或者那么有的人领会不到这个意思。我说，眼观声色内无有，眼睛看呢。眼睛看见这个声和色，眼观呢，这个眼观声色内无有，耳听尘世心不知，耳朵听见尘世啊一切的事情呢，心里也不知道，
这也就是啊，快要到这个内无身心，外无世界。这不是啊，很容易的一件事，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所以才妙。要是容易啊，容易的也妙，不容易的也是妙。所以呀、啊，这个妙字，你怎么样都是妙啊，一切一切都是妙。都没有超出这个妙法啊，所以呀、啊，这个妙难怪呀、啊，智者大师讲九十天，啊，没法子讲得完的，啊，妙不容易说，那么因为它不容易说，所以就是个妙，那么现在还要说。不容易说还要说，这也是个妙，所以这个妙啊，你怎么样讲都是妙啊，讲到什么上都是妙，没有一样不是妙的。所以总而言之，这个妙妙妙啊，一切都是妙妙妙啊。那么一切都是妙妙妙，又有什么用呢？啊？所以你问到这个问题，这才是真妙，呵呵，这才是真妙。那么修行啊，参禅打坐是追求这个妙。释迦牟尼佛到雪山苦行六年，是追求这个妙。一切的菩萨行菩萨道也是追求这个妙，就是找这个妙，去找这个妙啊。一切的罗汉把一切都不要了啊，也是去找这个妙。一切的凡夫想要修行，也是为了追求这个妙。一切的圣人想要修行，也是追求的这个妙。所以到成佛的果位上也叫妙。叫什么妙？叫妙角，叫妙角。那么菩萨呢叫等角，谈不到妙角，只有佛呀才能成妙角啊。所以俺们现在呀，先要明白这个妙，这个妙有什么用处，这个妙用处什么也没有，没有什么用，也什么都要它，什么都需要它啊。所以这是啊，放之在弥六合。你说这个妙要说的，它用大用大造大化啊，这个天地万物一切一切的所有的都是从这个妙生出来的。所以呀、啊、你不要以为呀 啊又有天主，又有地主，又有人主造的这个世界，不是的，就是从一个妙字生出来的。这个妙字啊，也就是只有佛可以当得起这个妙字啊，那个佛性，本有的佛性就叫妙角佛性，妙角佛性啊。所以你这个妙字，你谈何容易，就这么容易就明白这个妙字了啊。你要这样很容易就明白这个妙字了，那就谈不到妙了，不是的啊。你要很容易就明白这个妙字，
那更是妙啊。为什么呢？你没有费力就明白了，岂不是没妙吗？啊，你费很大力才明白，那更也是妙。所以这个妙字怎么样讲都是妙，头头是道，左右逢源啊。你说眼前的什么不是妙啊？这个灯也是妙，这个桌子凳子，这都一切都是妙法的表现，是妙啊。这一切你要明白这个妙法了，一切法都是妙。你要不明白这个妙法呢，一切法都是粗啊，粗就是都很你觉得你都很明白了，其实你没明白啊。你细研究它那个本体呀、啊，那都是从一个妙字生出来的。法莲华经，在今年暑假的时间，96天所讲的楞严经，那个是楞严经上面所说的那个50种阴魔，那都超过呀这个现在这些个外道天魔外道。所以呀，这个就是这个大同教啊，我方才给他起名字叫魔鬼呀，这还是啊提高他的身份。其实啊，他就连魔鬼都不入的，给魔鬼呀、啊、当孙子，魔鬼恐怕都不要他啊。不过我现在啊，因为认识他们这些个人，给他们提高他们的身价啊，定他们算魔鬼。你看那个50种阴魔，那种神通妙用，那多厉害啊！有的这个可以把他的头上放光，把他的光啊拿着放到你头上，你头也就放光啊！你说这是不是神通呢？啊，那么这种的神通都在佛教里头都是魔啊，何况现在他不能放光的呢？他要是给他起个魔的名字，他还不够。为什么呢？这一些个人呢、啊、就是啊，像那个乌鹰似的，我告诉你，那个乌鹰啊，东飞西飞，南飞北飞，飞来飞去，他找不出他的出路啊。那么这些盲从的人也是这样。怎么叫盲从呢？就跟着那个瞎子人去学道啊。瞎子啊，你说你不明白，你学方法应该跟着一个明白的宗教去学，他自己本身要理论也没有理论啊，要法也没有法。这就是说啊，大同了，把所有的宗教他都统计起来了。这就是啊，在中国有一句话说自己呀、啊、打肿脸呢，把自己的脸呢打肿了来充胖子。因为他瘦，自己把自己的嘴巴打肿了，肿起来了，哦，这人一看，哦，这是个胖子，是个肥子，你这一个样的。所以呢，啊，一般的人呢也不明白，就以盲引盲，因为世界上明白的人少，不明白的人多，有智慧的人少，是愚痴的人多。那有智慧的人呢，他欢喜听真理的。那没有智慧的人呢，他就啊听那个
那种迷人的那种讲道理，迷人专门呢叫人呢往那个迷路上走。所以呢这个我并不是骂人啊，说这个大同他们是魔鬼，但是有人就欢喜这个魔鬼的，为什么呢？他不要断这个淫欲，可以随便啊，因为这样呢他就认为这是好的。那么佛教呢要断淫欲的，如果你不断淫欲的话，就像啊煮那个沙子啊，你修行啊就好像那个煮沙子欲起成饭一样，那个楞严经上不说啊，譬如蒸沙欲起成饭，无有是处，这没有这个道理啊。你没有说是啊啊，我人间的这种呢不究竟的娱乐也要我得，那么出世的这个究竟的快乐你也要得，没有这个道理的啊，没有你可以两兼着得的啊。那么这是啊我对这个大同教的意见。还有一些个人嘛，说是啊研究佛法啊来修习佛法，但是啊净做口头上的工作，而不啊实实在在的去做去啊，不依照佛所教的这个方法去行持，那么这个也是就等于这个魔一样的，也不能啊把它列入佛教徒之内啊。好像有一些个人说不拜佛啊，见着佛他也不拜，他说他是信佛的但是不拜佛，这种人呢将来的后果呀是不得了的，究竟到畜生里边去啊，是到这个地狱里边去啊，是到恶鬼鬼里边去，这没有人保险的啊。为什么呢？你学佛法就要依照佛所教导的这个方法去做去，不能说是啊哇把一个我呀啊看得我比佛都大，这是一种大错而特错。那么修佛法的要啊不但见着佛要恭敬佛，就见着菩萨也要拜菩萨，见着啊这个罗汉也要拜罗汉，见着啊这个大善人大修行人都应该恭敬他，都应该崇拜他，不应该呀有一种共高我慢的啊，以为自己呀是不得了了。这个在中文呢有这么一句话说，自大自己呀看着自己很大的，这个字念个什么字呢？念个臭字。所以呀咱们无论任何人学佛法的人一定不能自大，一定啊要谦恭和蔼，对任何人呢都谦恭啊。你看这个现在讲这个法华经，这个常不清菩萨，我今天呢来给你们先讲一讲这个常不清菩萨。这个常不清菩萨是谁呢？就是释迦牟尼佛啊过去生的修菩萨道的一个过去的身啊，就是他往昔的一生啊。对往昔的一生啊，有一生啊他就专门行菩萨道。行菩萨道怎么样行法呢？他呀
专门呢恭敬专行这个普贤菩萨这个十大愿王。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呢是什么呢？一者礼敬诸佛，第一的就要顶礼恭敬一切的佛，这是第一啊。诸佛，诸佛就是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他都恭敬礼拜。这样，二者称赞如来。第二呢，这个普贤菩萨第二大愿呢，他要赞叹如来，就是啊，佛啊，怎么样好？说那佛怎么也欢喜赞叹吗？不错，佛欢喜赞叹，可是你这个赞叹呢，不是赞叹佛，赞叹谁呢？你赞叹佛就是赞叹你自己啊。那时候我自己不愿意赞叹我自己，你自己不愿意赞叹你自己，也就不要赞叹佛啊。佛和众生啊是一个的。说那我既然是佛，我就不需要拜佛了啊，这又是一种错误。你自己是佛不错，可是你没有修，你自性是佛，但是你没有修，还不能和佛是一样的，没有正果。要如果人人都是佛的话，释迦牟尼佛何必又到雪山打坐六年，在菩提树下坐了49天才开悟成佛呢？啊，他不需要去这么苦干了啊。那么释迦牟尼佛以过去生中啊修种种的苦恨啊，修种种的禅定，修种种的般若，修种种的布施，修种种的这个戒律，修种种的忍辱，修种种的精进，修种种的法门。那么今生呢，还要去做六年的苦行，雪山六年，菩提树下夜读明星而悟道，要费这么多的手续。那么你现在不要说六年呢，连雪山6天6个时辰你都没有做，你就是佛了啊？这太便宜了，太便宜你了啊！你这个佛啊，真是就等于捡来的一样。所以有的人呢说他自己是佛，这是啊，我有一个批评，叫什么？这就叫无惭无愧啊！无惭无愧，自己呀不知道丑啊，大言不惭，这叫大言不惭。所以呢，释迦牟尼佛在过去生中啊，做这个常不清菩萨，那个常啊，就是永远啊，长长的。不轻就是不轻慢一切众生。他怎么样子呢？他见着佛他就拜佛，见着菩萨就拜菩萨，见着罗汉拜罗汉，见着一般人呢他也拜啊，见着这个比丘比丘尼啊他都拜，叩头叩头啊。怎么样说呢？他说我不敢轻视汝等，汝等皆当作佛呀，说我不敢轻看你们啊，你们将来都会成佛的啊。如果我要轻看你们，就等于轻看佛一样。你看这种发心呢，这真是实实在在的，一点虚假都没有啊，这真实实在在的恭敬一切众生啊。那么见着
一切众生他就叩头顶礼，你说怎么样啊？他招来的果报啊是最不好的，啊，怎么不好呢？对有这个增善慢的比丘啊，就说啊，这个比丘真是你不懂佛法呀，你乱给人受记。于是乎怎么样呢？就打他，他叩头是吗？这个比丘就用脚踢他下巴，甚至于把他牙都给踢掉了啊，就打他。你说要搞一般的人啊，我给你叩头你还打我，我再也不给人叩头了啊，就打他，他还叩头啊，就这样。他怎么样叩呢？他再见着我，这比丘比丘尼呀，他还叩头啊，远远的叩头，远远叩头啊，不等这个人走到他身边，他站起就跑了。为什么呢？免得这个人打他，他还是一样行他这种啊不轻慢众生的这个菩萨道。这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前生呢，他就这样做过。所以呀，刚才我不说他修种种的布施，种种的忍辱，种种的戒律，种种的精进，种种禅定，种种的般若，修这个六度万行啊，那不是一朝一夕的就成佛了。所以我们现在有这些魔子魔孙，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啊，自己不知道忏悔，就是哇，说八戒是不的，呵呵啊，邪说横行，这叫邪说。自己认为自己是佛，这样人可是不认识佛了。认识自己是佛，怎么说就不认识佛了呢？他自己妄自尊大，自己呀封自己做皇帝，自己呀封自己做总统，可是啊没经过人选出来，没有人拥护你，你这个皇帝是个单独的皇帝，这个总统也是一个单独的总统，没有人承认你。这个要在国家里边来说，有这种的人呢一定会去做监狱的。为什么呢？他目无国法啊，这就可以说是一个叛徒，拿去就杀头的，毫无客气的。那么在佛教里头这样的人呢，将来呀一定是堕地狱的啊。为什么呢？他自己呀认为自己是佛啊，他不修行竟造罪孽。怎么样子呢？啊，他用他自己呀是佛这种的名义呀去招摇撞骗啊。那你看我是佛啊，那你也是佛呀啊，这大家佛与佛，俺们都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子去向世界人呢用一个什么方法来欺骗世界人，这将来一定堕地狱的啊。不要以为这是好好玩的事情啊，最不好玩的这一手最危险不过，比你呀 啊天天呢抱着那个原子弹呢，抱着那个精气弹睡觉都危险。为什么呢？将来一定是堕地狱的啊。
所谓啊，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硬往里钻。地狱没有门硬往里钻。我讲楞严经不讲一个故事给你们，我现在再讲一讲，就是怎么样的呢，梦懂传梦懂，一传两不懂，师父下地狱，徒弟向里拱啊。我没有讲，等这个徒弟到那地方去，这师父见到徒弟了，说哎，你干什么也到这个地方来了。这个徒弟说，你来了我跟着你学，当然我也要来嘛，你到这个地方那当然是没有错呀，我一定要跟着你。哎，他师父，哎呀，错了错了，这是地狱呀。啊，他徒弟就说啊，那你怎么把我带到地狱里来了？他师父说，师父说，我也不知道啊，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啊，怎么来的？你说可怜不可怜？这个师父问徒弟说，你怎么到这个地方？徒弟说，我跟着你来的。那么你干什么到这儿来的？这个师傅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就跑到这个地方来了，啊，现在想出也出不去。不但他一个人出不去，所有跟他学的这些徒弟也都一网打尽了，就像打鱼似的啊，这一网把这个鱼都给打尽了啊，这个地狱把这一连师傅带徒弟都给装到这个地狱里，什么时候出来没有人知道啊。这个问题谁也不能答复这个问题，这是啊，自己说自己是佛，不认识佛，不明白法，所以就有这种果报。方才说要干着啊，这个普贤菩萨的十大愿望去修行。十大愿望，第一就是礼敬诸佛，第二承载如来，第三呢要广修供养。这广修供养啊，不是说我今天供养明天就不供养，不是说我供养一个佛不供养那一个佛，要啊普通供养啊，这叫广修，广修供养。那么你要广修供养啊，还要怎么样呢，要忏悔业障。俺们为什么要叩头给佛啊，叩头给佛呀，就表示我们自己呀，无量劫以来呀，做的错事太多了，现在呀，这发露忏悔，自己呀，做的错事啊，应该要改过自新，这忏悔。第五，要随喜功德。怎么叫随喜功德呢？看见呢，有慈善的事情，我们都应该做，能做一分钱的就做一分钱，能做一块钱就做一块钱，能做一百块钱做一百块钱，这功德要你做呀，啊，行菩萨道是要利人的，不是要利自己的，是要帮助人的，啊，你凡是帮助人的事情，不自私，不自利，这都是啊。这第五，随喜功德。第六呢，是情转法轮。怎么叫情转法轮呢？好像知道某一个法师会讲经，我就啊联合起大家，请这个法师来讲经，讲某一部经，好像啊三个礼拜天，国普呢和果宁两个人呢就问我说，可不可以讲《金刚经》？本来我告诉你，可是可以的。
啊，我这个讲经啊是没有问题的，可以讲的。你要请其他的法师讲的讲某一部经呢，啊，他先要和你讲一讲价钱，你供养多少钱，啊，讲一部经。我这个法师呢，因为也知道美国这从来就没有佛法，啊，也没有人真正正实实讲过经，根本也就没有人会讲经，啊，所有说是讲经说法的地方都是胡说八道，啊，我再早这样讲呢，你们或者还会反对我这个讲法，啊，说我说其他人不会讲经，啊，那么现在你们学过了，学过楞严经，现在我说这话，你们一定呢知道这是对的，啊，一定知道啊，我没有批评错了，因为什么呢？这个经典呢，妙不可言。那个妙意呀，啊，你要没有几十年的学习的功夫啊，你就不知道它是什么意义。我说前几天不讲那个蚂蚁啃西瓜，在呀，啊，皮上啊转来转去，不能得它味道的啊，尤其。在美国这个地方有许许多多的哦，自己说哦，我是佛的，研究佛法的，我是佛教的博士，我有佛教的又什么什么啊，你没有把你放下呢，你根本就没有明白佛法。你要明白佛法，怎么这个答他还丢不了，还放不下啊？以前有某某啊啊，又是这个国家的博士，那个国家的博士啊，这些简直的到处这骗小孩子呢。但是小孩子就受这个骗，你要讲真话给他，好像今天果钱到那儿讲一点真道理，没有人听你的啊，没有人听你的。好像啊，我们这个现在我现在讲完了楞严经才敢呢讲一点真的东西给你们听啊，因为你们够程度了，要不够程度的人给你们讲真的把你吓跑了，听一次再也就不来了啊。为什么呢？就因为他根本就是个小孩子，无知无识，要给他点糖啊他知道是甜的，但是啊你给他说什么道理他不懂的，所以没有糖吃啊再就不来了啊。好像昨天晚间那个听经的啊，听了一晚今天就不来了，这就是小孩子，就是无知识的人啊，他真正佛法他不懂啊，讲真的他不懂，所以呢，哎，这难怪呀，小孩子根本不懂事情的，啊，所以，嗯，咱们大家现在可以了解的。那么，请转法轮，这个请啊，真正明白佛法的人来讲经，不是说啊，哦，某人是个达塔，某人是个什么，跟他研究佛法。那，啊，简直的就好像我现在方才说那个孟董传孟董一样的。怎么样子呢？譬如你削木匠，要到木匠的那个门里边去削；你削铁匠，要去叮叮当叮叮当才能懂那个铁匠的铁的性质啊。你无论削什么，你要跟着什么人削。所以现在这些个人都非常聪明啊，这也是谁教化出来的呢？都是那个堪萨先生。堪萨先生他这是观世音菩萨化身呢啊，化一个教授去教授一些个学者啊，他来研究佛法。
要正正经经的跟着法师来学佛法啊！你要不跟着法师来学佛法，你跟着那个堪萨先生他自己都说啊，你要搁找师傅去啊！这是啊，他最明白佛法，他才能啊叫这些个人呢真正走到这个佛教的道路上，不像啊其他那个自己以为自己不可一世的啊。就别开生面哦，他懂了佛法了，那是靠不住的。那么请转法轮，就请啊法师来讲经说法，这叫请转法轮、啊、那么这个一者礼敬诸佛，二者称赞如来，三者广修供养，四者忏悔业障，五者随喜起功德，六者请转法轮，七者是请佛住世，请呢、啊、就是请这个佛啊常常住世。那么现在佛啊不住世了，这要请佛法住世啊，请佛住世。八者常随佛小啊，你看佛释迦牟尼佛都行菩萨道，没有自己这一个身呢，把自己的身体看空了啊，这样，所以要跟着佛行。九者恒顺众生，要啊啊恒顺众生，跟着众生啊，希望把众生啊令他明白了啊。十者普及回向，第十呢就把所有的功德普及回向。